Hello， 我们到高雄的骑士堡喽。这个主题是小矮人的家。什么？你看到什么了？跑出白雪公主跟小矮人的那个玩具哦，还有拼图哎，还有故事书。那我们等一下进去玩喽。加油，快点上来吧。啊，快点爬上来了。妹妹往前走。救一下，救一下，快点。来，起来。哇，真的好远哦！广播应该上面要讲的，你知道？啊！搅动的小小蜜蜂哎，超厉害的！我好像不止四天哦，我下礼拜二才要关哦。哇，这里好大哦！小矮人的家超棒的哎，这里有个球池，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很大的溜滑梯哦。轻飘飘的，然后就会飞出来了，真好玩！咻！我们要去小矮人创意屋咯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哇，有积木哎，好多积木哦，还有一些扮家家酒的食物哦。掉一个起来，加油！耶，成功！不见了！
斯堡去做隧道溜滑梯哦。哇，好高哦！导航也要上来。好，志宝去帮弟弟，快点。往上面走，就要去那个很高的隧道了。导航也要上来了，好，来进去，啊！走！哇，好恐怖的地方哦！哦，我要再挑战一次这个超高隧道，但是超暗的。Oh my god， 这个隧道很窄又很高，但是又很长，要下去！哇哇！挑战成功，是我的突破。挑战，有爬上来，这大概有三层楼。没有三层楼啦，两层半吧。好嘞，来，加油！好，挑战昆虫隧道滑梯，超黑的9弯18拐。这个昆虫隧道滑梯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滑梯。当然，6岁小朋友还有比较小的小朋友都可以尝试看看。我妈在尖叫啊！哇，妈妈下来了！好黑呀，好黑呀，它有一段全部黑耶！超刺激的。你说宝宝，你超夸张的，你是不是溜了有快20次了哈？我怎么觉得你不断的好快又爬上去，好快又下来，超强的。这里还有一个野战丛林区哎，志宝现在坐在他的熊熊船上面，后面还有配一个喷空气枪哦。好，志宝可不可以用空气枪喷几个来给我们看看？快点，来放上来，看看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再放一个，攻击，咻，好棒哦！快点帮我攻击啊！好，志宝帮我们开船，我来攻击。哦，好可怕哦！不要追！哈哈哈哈，废炮！对。哦，好快哦！好，志宝，哇，走好快哦！
吃饱要钻隧道咯。哇，健步如飞。哦，好，来独木桥，棒棒哎、欸！哦，跌倒了。这里还有幼儿区哦，适合两岁以下的哦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啊，芝宝要玩一个瓢虫，小瓢虫溜滑梯咯。夹包的感觉。好，第二个。层层阻碍。这关卡很困难哦。啊，命中率差不多有一半啦，还可以啦。一半以上，重重阻碍之下还有一半。但是你是大人哦，不公平哦，还是让小孩子玩。高雄骑士堡小矮人的家好玩吗？好玩。高雄小矮人的家真的超好玩，这场地其实蛮大的哦，我觉得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同乐哦，真的很棒哦。我们玩这溜滑梯玩到全身都是汗哦，有机会的人可以来这边玩哦。好，我们一起说拜拜吧，一二三，拜拜。